开创固定变动，我们各自怎么样在工作上有机会如鱼得水，你发挥了怎样的特质呢？开创星座牡羊巨蟹天秤摩羯右人是这一组，结果呢并不是所有人都跟右人一样会站在那边做准备啦，固如火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拥有大方向大目标，限制越少越好，然后呢开创星座就可以表现个人特质了。哦，限制少重要，限制少超重要，你们受不了限制，对，你们的限制自己会给自己，对、oh, 我只有讲因为我会觉得自己都给自己很多规定跟限制了、是啊，已经给了自己这么多限制，其他人还来限制 我，对，其他人还规定我，就会觉得那我就做了。没错，你知道吗，我很久以前遇到右人，然后我有时候看到旁边的长辈在那边给你建议，我就偷笑，我心里想这摩羯一定不会听你的，对，而且我有一天一定会爆发，坏脾气的很呢。没有，因为他们是好孩子哦。摩羯座被你压抑的时候，他还如果还笑得出来，那他真是顶级的好孩子。正常的摩羯座是会臭脸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表情说明一切，没错，对，就是死掉的样子，对，心死如灰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，开创星座的人都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。有自己的方向跟目标，所以你要他如鱼得水，就是要让他用他的方式来做这件事，然后你不用担心，他们本身就是工作狂，一旦他因为他觉得这是他要的，他当然是不计代价全力以赴，你还规定他什么一天做几小时或者是要做到什么，没有，他想的比你还要好，好不好？他想做的格局更大，或他想做到的 quality 更好，你要求了他反而摆烂，因为如果照你的方法做好了，功劳是你的，我才不要，对不对？他才不要，而且不是他的特色，他不要，他要他的特色，你用跟他聊天的方式去引导他，那我们来看我跟露露的固定星座了，金牛、狮子、天蝎、水瓶，来做自己有兴趣的事，忍力、耐力100分，没错，真的哈。对，一定要我们心甘情愿。对，心甘情愿。然后你喜欢的话，再累都觉得甘愿。对，固定星座其实很聪明，不要看我们好像笨笨的、傻傻的，因为有我们没兴趣的事，我们真的是零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也不想去努力，OK？ 可是我有兴趣的事，我努力三小时就可以冲很高。所以固定星座就是有爱跟不爱，就很明显差很多了，我觉得嘛。好极端哦。非常极端。我以为我都掩饰得很好，但我朋友跟我说，你知道你只要人家跟你聊你没有兴趣的，然后我就放空，我就会这样，哦，真的，然后我就会再讲，真的，哇哦，然后就开始，然后有时候聊一聊会叫，然后越想要打哈欠，然后越这样，用笑来掩饰打哈欠，这样，这样子，我都以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掩饰很好，像还就可以粉丝太低这样，你算有社会化了，我会直接打哈欠，我也会这样，然后跟他讲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老了。咱要来讲变动星座，变动星座是相助，相助，处路，处路，相手，相手，一支相鱼，相鱼，两只鱼。老师，你去讲了袂歹呢，你其实袂歹啊。我感觉我甲恁拖累啊，你来开始开会啊。哎呦，你太客气啊啦 ，Come on 呢。那个变动星座是双鱼座，干嘛呢？这的人想到会当在工作上吼，愈鱼愈水吼，那都是因为注重你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阵，伊都会求新求变，无忌憾。哎呀喂啦，无忌憾啦，无忌憾。可以去佚佗就对啊。伊就是爱耍，放伊去啦，放伊去啦。你无放伊去，你看伊有耍，伊就家己放家己去。厝家你袂掉，开车游台湾。我就是去山顶。无成明星嘛，袂要紧，啥物拢无咧惊。无保护啊。我要跟你一样写台词了，我要背稿了啦，我没有办法这样讲星座，台语台我很抱歉，好不好？你虽然还没有邀请我，但你的邀请我必须拒绝。